这个大是吧 整治呗，看不清。嗯，这都滚下去。嗯，这个是谁？对，我好担心它掉下去了。 就是我说的那样，他从那里爬到那里，从那里再爬到那里，再从那里往下走，我们那时候蹬下去，那就蹦了一下。嗯，就休息一下，换一个地方睡。 又睡呢，又休息了又。